今朝咧，我哋呢度非常之奇怪，你睇下，朝头早完全冇车声，完全冇人影，又冇乜风，啲水就嚟涨到好涨，但系自然安排一个咁特别嘅日子。今日本来是9月1号是返學啦，开课日，好多学校呢，包括自然学校呢，都准备咗好多嘢喎，但係成个城市停晒喎，大家无啦啦多咗一日假期，但係其实内心好多人挂住玩啦，不过系好紧张噶。我谂香港而家呢一刻面对嘅威胁咧，系三方面咯。嗱，第一咧就系个风嘅风力啦，即系话咧吓。200多公里，如果吹到咁近或者吹正咧，系相当大嘅破坏力嘅。但系即系香港咧喺呢方面，比起世界上大部分嘅地方，都唔使咁担心。即使你而家住喺30多楼咧嚇，受到多層樓嘅即係會冧啊，會咩機會係極少極少啦，啱唔啱啊？咁但係第二個威脅咧就嚴重好多啊！尤其是阿長哥而家企喺呢一度，聽朝呢度啲水咧，根據而家預測咧嚇，就可以高3米5米噶，即係一層樓就係3米幾嚇，而家我喺企喺呢一度咧，咁我哋呢度咧就會有好多水浸，好嚴重嘅可以。上一次山竹呢度就係高咗3米嚇，大家都驚一餐，但呢一次再高3米5米咧就係不得了，又係一樣嚇，所以咧我哋已經做足咗。仲未做晒啊！今朝仲要做好多防水嘅措施咯。譬如杏花村啦，譬如西环嘅嗰啲海味铺啦，我相信咧或者大澳啦，係非常之紧张严重咯。咁另外咧即係有一个隐忧咧我覺得第三樣先係最嚴重啊！第三樣先係最嚴重啊！就係大亞灣呢一鑊咧，如果吹到埋嚟咧，如果食正大亞灣咧，會唔會有福島嘅災難重演咧？嗱，話醜則吉嚇，梗係唔想啦，喐少少都不得了。福島離開我而家企呢一度咧，係幾十公里咋？如果我而家坐快艇過去咧，唔係，我講大亞灣啊，大亞灣離開我而家呢一度咧，幾十公里咋？坐快艇去咧嚇，大半個鐘頭就到咯。咁即係點？話醜得吉咯，保佢大。千祈唔好有醫慾咯。咁講到尾嚇，希望吉人天上。今次冇事咯，大家享受到一個舒服嘅休閒日啦嚇。你話係咪好奇怪咧？嗬，8號風球。竟然完全冇動靜嘅，我而家企喺度。
落緊微雨啦，仲可以喺度靜下，喺度做下神操。咁往後發展成點呢？有一個壞消息中嘅好消息咧，就係而家個風咧會係聽朝凌晨最接近，即係香港啊嘛，係嘛？嗰陣時啱啱係香港低潮啊！嗱，上一個鑊又係咁嚇，山竹個鑊又係咁，好彩啦，就係低潮啊！低潮同高潮咧係爭兩米幾嘅，咁所以咧嚇，如果個風聽日十點鐘到咧，清朝十點鐘到咧，就極端嚴重，水浸。對我哋我而家呢一度最大嘅威脅咧，就係水浸咯，水浸嚇。如果個風喺清朝兩點、三點、四點、五點、六點嚟咧，就好彩啦，因為嗰陣時係低潮。聽日十點半高潮咧，嗰陣時先至嚟咧，哇不得了啊！係啦，我睇到阿 Virginia 你哋話咧，市區冇風冇雨，我呢度咧係微風微雨嚇、啊，還好咯。好多嘢真係有呢種感覺，未試過嚇。咁、希望我哋吉人天上嚇、啊，大家都開心，可以舒舒服服過一日。咁咧嗱，我呢度咧有世界上其中最高嘅觀音像啦，咁啊，觀音保佑我哋啦，祝福大家今日享受到一個非常之吉祥、開開心心嗰日子。一間我哋有機會再喺線上見面啦，留意長哥嘅 Facebook。